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在上一集的节目里，师父利用善不受报这样子的观点呢，为我们说明性空，那么让我们对性空呢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。但是如果从恶不受报的理论，又怎么样解释性空呢？是不是我们做尽了坏事，只要临死忏悔就可以了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，师父透过你的解释，我终于对性空开始了解的更多一点。抱歉抱歉，我讲这个不会讲。没有，我觉得非常好，这样让我进步。但是那我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不是前几集也提到，那我就说恶也不受报，那是不是说我做了很多的坏事，我最后忏悔就回头是岸，一笔勾销，那我就那我这样是不是只要到临死忏悔就好了呢？在我上一集里已经讲了，我们也这样子讲。嗯，没有说这个在怎么样子做坏事，只要临死的时候忏悔一下就不受报了啊、我们也这样子讲。那如果恶不受报也是这样、你做恶其实是没有恶的，是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个、他这个道理是这样子讲啊、我从两方面给他解释啊。这个是华严经里面讲的，华严经里面有两句话，他是这样子讲，他说罪性，罪性啊，这个性就是性质的性啊、罪性本空，由心造，心若迷失，罪已亡。如果这个心没有了，那罪也没有了。这不管是啊清净或者是不清净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呢由心所造的，这没有错。人呢是要从观念，是要从啊自己的这个心理的行为啊来决定一切的啊、自己的这个语言的行为和身体行为的。有了语言行为，有了身体的行为，而加上我们自己因为有这个原动力的心理的行为啊，我们叫做意感，叫造意，造意以后你就要受果报。是这个一感缘起的果报，大家容易懂的。对，这个是因果的关系，一定是有的。是，所以因果一定有，缘起是有。缘起产生的因果，我们叫做因缘果，这加起来呢是有的。可是呢，因缘本身呢，因缘的本身是聚散无常的，聚散不定的，因缘这样的一个事实本性是空的。是，师父到现在我懂了。因缘所生的东西是有的，本性是但是它本来是空的，本来就是空的啊。结果它会受报以后也是空的，还没有受报应该是有的，受报以后也就没有了。就是一个，比如说我们种瓜的瓜，种豆的豆，我们种一粒豆子下去以后得到一粒豆子，这个是有的。可是呢，这一粒豆子种下去以后，那粒豆子是不是还是豆？就不是豆子了，是变成不是豆子。它长成糖了。豆子本身也是啊，性空的。为什么？它豆子可以变成了芽，变成了植物，它就变成了一个豆的豆尖，那就不是豆子，所以它本身也是空的。因为有空，所以才能变。因为有空，才有无限的可能。对，是这样子的意思。这空的意思并不等于没有。是。空的意思是说自性空，本性空，而不是说它的没有因缘，没有因果。啊。是，这懂了哈，我懂了。那么下边要讲
恶不受报，是，这是凡夫众生，你造了恶意会受报，受报以后你这恶意还在不在？是，你这恶意的本，这个恶意已经取消，我们叫消掉了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消业了，这个受一点苦难了，我说消业了。嗯，消业表示说你这个业性本空，也可以啊，消掉的。是因为它是空的才可以消掉。从凡夫的立场讲，如果是从解脱者、从佛、从大菩萨的立场来看呢，因为他们已经呢，心中无我。心啊已经无我，他这个不再计较自己受不受报，而他们不断地在付出，不断地在奉献，他已经这功一个过，功过相抵这功多于过，那么这个过我们常常听到说将功折罪，折罪，对，那将功抵过，将功抵过，本来是欠人家的钱，他要还的，结果他布施的、奉献的比欠的钱更多，欠的并没有这么多的钱，可是他奉献的布施的钱更多了，这不是受果报，而是已经他是行大布施。所以是作恶而不受恶报的意思，并不是等没有因果，有因果。可是呢，自己呢，没有感觉到是在受报。一个穷人欠人家的钱呢，被人家逼债的时候是很痛苦的。欠人家100块，自己身上连50块钱也没有，天天人家来要100块钱。这是很痛苦，这个钱还没有还掉以前受果报，这个苦的果报很痛苦。是，可是仅仅欠人家100块钱，可是我有1亿的财产，那100块钱不算小，这不算事情。所以是呢，一个成了佛的人，或者是呢一个解脱的人，一个人呢有很大福报，常常做很大功德的人，他的过去的恶还要不要受报？不需要。受可是他不觉得，感觉是没有感觉上有受报，这就叫恶不受报。这样的意思懂了？懂了。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从师父所开示的恶不受报这样的观念来说，我想更提醒我们要平时呢多造这个善业，多培福，那么这样子呢果报即使是报也不会那么痛苦。更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